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丁佩莹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南投新闻。开明风台造成全台东山受损严重，其中第三镇金针园也同款受到严重的灾损。因为强风的关系，园区内底金针树啊是倒几片，多民看到一年外的生活，因为这次风台就全部白掉干，心肝内底是满满不甘和无奈。我早起就来不及摘啊，五点就来啊。我来甲记记啦，嘿。为头早天一光就开始无用，不过算是满满的无奈。电器每记一刀，心肝头就疼一遍。眼前辛苦栽种的金蔗就伫要收成，但是开闭风台的无情，予所有生活全拢白了工。一年八个月，才会当收成了。我拄好伫要收成了，讲，我这一丛拢只有两吨半啦，官道啊。农民上艰苦就是安尼啦。伊这都天灾嘛，无啊大，因为吼风足大个啊，大丛个都拒载袂掉啊。刚刚长出来的啊。拄生出来。这下拢无效啊，这拢种啊，倒去就拢种无效啊。开闭风台造成全台农损严重，尤其是金蔗栽种上差，第三镇金蔗园受损同款惨重，毋是断做两季，就是规丛风吹倒。会当看到真侪丛拢已经发出金蔗叶，不过也等未赴收成，就受到风台破坏。农民看了是满满的不甘。哎，破掉总破啦，叶啊，这个骨吼总破掉安尼，啊重来啊，所以这细丛的新丛这嘛拢无啊，倒头搁重来啊，这还搁重来用搁重来，哎足侪工的啦。嗯。吓，你都破掉就不得了啊。农民足艰苦了，无啊多得要收尔，讲。风台那十管拢断的了，拢了去啊！咱福州里这边啦，农作物吼，伊迄个金蕉啦、红龙甲芭乐，啊，另外还有一挂牛奶果的部分吼，啊，这个部分呢，伊咱的灾害木瓜嘛有，啊，灾害内底上严重的，就是咱的金蕉的部分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咱嘛有拜托公所这边吼，甲咱受理登录啊。第三点，除了金蕉。番麦、木瓜等农作物也有受损的状况。丁公所表示，农业部已经发文公告，南投县为这次风灾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，受灾农民会当准备相关证件，包括假日一直到八月初五为止，会当到公所农经科申请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